挑战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挑战面无表情吃柠檬，开始。挑战面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今天我准备挑战一下面无表情吃柠檬，那个我开始了啊。真甜。我教你们教你们什么叫无表情，你得先把剥开，然后剩管上瓤，然后一口。啊！挑战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今天来挑战无表情吃柠檬，挑战开始。今天要挑战一个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你们要不要吃柠檬？上路。没空，需要资源。有钱哦。啊有空。怎么吃？一人一片。但是要没有表情的吃。没有表情啊？真的给啊？真的呀。没有表情啊？没有表情啊？等一下。谁要吃吗？要啊，就全部塞进去。啊，来，你把钱放这里。啊，钱放钱。我们先看一下。不行，先放桌上。啊，可以。啊，怎么？一人一片，要完全没有表情哦。没有表情。对。这么酸，没有表情。对。OK， 搞定了啊。来，一二三。这个能吃的柠檬，来，倍儿甜。了解一下，行吗？真是都得试了。我也来挑战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我也来挑战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也要来挑战一个无表情吃柠檬。
今天挑战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失败。挑战面无表情吃柠檬。好好喝吧。挑战无表情吃柠檬，这个是我刚刚剥好的柠檬。挑战面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无表情吃柠檬。挑战无表情吃柠檬，已经切好了，开始。挑战失败。好兄弟，好嘞，好嘞，行。哎呦哎呦，王者一个。哎呦，王者，恶心！下一位，下一位来挑战失败。哎，老这玩意儿，你在吃柠檬啊？不酸呐、啊？哎呀，我要一口吞掉这块柠檬，而且不带任何表情。